家里面呢确实有点乱，我们家刚买一个衣柜了，不买衣柜的话真的是太乱了，看衣服一大堆，然后不穿的扔掉也，就是怕孩子下雨天冷的时候找不到裤子和衣服，太多了，看，这一个地方的话找不到一件能穿的衣服，平时的话家里面还是衣服挺多的。啊，小阿峰的话一直在找姐姐，他说姐姐去找针线厂了吗？去上学了吗？一直这样子问。不要玩这个纸抽象啊！阿飞的话，今天不要买鞋子了，看，全是夏天穿的，还有加上这个凉鞋，这个是前面小姑姑穿的，穿小了，一直在这里，我洗好了，夏天的时候给阿飞穿。我的鞋子，还有小阿飞的鞋子，还有这一双大的是我的，其他都是阿芳的小的，这两双是阿芳的小的，然后给阿飞穿了，然后上面这些是。这一双、两双、三双、四双是阿芬的，然后这一双是阿芳的，还有两双联系哈，还有一双这个，这是特意给阿芬买的一双哈。然后这里自己还穿了一双，鞋子最多，比姐姐的多，姐姐的穿不了了，小了都是给阿芬穿了。现在两三双是小阿芳的小了，然后阿芳穿一小，阿芬穿一大，这样子放那里。等阿飞长大了给阿飞穿，好不好？昨天忘了小阿发的睡衣，给他带到县城去穿，给忘了。小阿飞也该打预防针了，不要玩这个，我看。小阿飞打预防针的时候就带过去啊，小阿发的睡衣带过去给他穿，这样子关起来。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粉丝给我们寄的衣服哈，我们自己买的。比较少，我呢买的只有一套我们的女子服装，然后两三件外套吧，其他都是粉丝寄的。然后，两个小孩也一直都是粉丝给他们寄的衣服，然后小花也是有好多粉丝是给我们买了新衣服的。现在的话，衣服的话就熊二的最少，阿峰我们三个的最多，然后鞋子的话，熊二我们两个的最少。还有阿芳的呢，就是都是多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小了，她穿小了，全部给小宝穿了，就有点长大了。她前面的那些鞋子全部都穿不了了，现在阿芳能穿的鞋子只有两三双，然后去县城的时候必须得给她买一双，暖和一点的那种，县城的话比较冷，特别是这个冬天。那现在呢，把衣服穿好了，继续戴上耳环。花也戴好了，然后这个也戴好了。这个不知道你们怎么叫啊？这个，这是小二给我买的啊。看，这样子戴的这个。这个的话放后面的这样子，不是盖的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盖的哈。会不会掉这个？不是盖的这个，我都想到这个帽子。好，一会儿给你戴好。你穿不了，你戴不了。这个你不会了，我都还不会，不太会了。看，现在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把裙子给穿上吧，裙子还没有穿。这是我们遗址的裙子哈，是反了，反了，是这样子的哈。这么长，这么长的一件哈，裙子是，穿上裙子给你们看哈。
这全是都看不到呀，我这手机是要一个爷爷奶奶视野也是，看能看到吗？这个小阿福小穿的不得了了，我把鲜花鸡都喝了，看。阿福又穿我的这个，你的呢？刚刚不是给你穿一个姐姐的呢？刚刚不是给你穿一个了吗？好，我把那个给你穿好，刚刚那个给你穿，这个穿不了，这个你穿不了，太大了。有一个了吗？这个是小阿发的，给你穿一下哈。你看，这好看的，给你穿一个，还不行吗？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小花穿彝族服装的样子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们彝族服装啊，这是我们的这个裙子哈。跳舞的时候是这样子跳的哈，这样子，多少穿啊，偶尔穿一次。小花今天穿给你们看一下，有好几个人一起穿的话，显得比较好看一点。一个人穿的话就不是很好看。每个彝族女孩都有一套这样的彝族衣服，然后我结婚的时候穿的那一套衣服都没有这一套好看的。每个女孩结婚都会穿这样的一套哈，比较漂亮的，穿起来更好看。开灯光给照亮的上面。开了灯吗？三个忘了，还有一个没有戴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放这个头上戴的，好不好看你们说了算哈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啊，拜拜。